系，我成为大开所有红包 money money 都存起来到最后的买法。这个人刚才啊，不懂要怎样开场啊，耶，在那边想东想西，想东想西，耶，讲我猪猪，刚才那个，哎，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D。你讲猪猪吗？猪猪吗？喵喵喵喵喵！大家，我是喇叭啦！你要用你的，你要用你的阿尼 ，Jam Max 啊，这个 Jam Max。不要烦了，你别以为你很厉害就了不起。肯定，我肯定了不起。OK， 今天我们要拍。哎，你没有自我介绍到嘞。大家好，我是杜多夫人。什么运镜啊？不然怎样？因为我嘴巴痒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要拍 vlog， 然后今天我们要拍什么 vlog？ 就是日常哦，因为这个手还好讲。什么裂？你不要吵啦！这个就是我的方式，我们不用每天讲话这样大声嘛，又不是耳聋啊。我们照平常这样讲。大声小声的。有，不要吵，我就是现在我要讲话了。OK， 你的 vlog 啊，你最大啊。对，是肯定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复诊，带这个人去复诊，因为他一直讲他喉咙有点痛。是啊。我的喉咙有一点痛，里面好像哦，有时这边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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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现在又有一点迟了。是啊，那个人啊叫不醒啊，真的是、啊。这个人啊，就是这个人叫不醒。真的起不来吗？所以搞到现在已经12:30了，等一下我们去那边也未必看得到，因为接近医生的午餐时间，所以就顺其自然。医生午餐时间挂零是啊，他午餐时间在看你哦，他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我吗？看我吃得下哎，看你怎么吃得下哎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好医生，看好医生了过后，我们就去吃东西，吃好东西了过后，我们就去剪头发。然后今天主要要拍的是晚上，因为讲到晚的啦，你看下去你就知道了。介绍这么多搞屁呀、啊！有味了，哇，那个牙垢还难吃，哪里难吃啊？我来弄你。我现在拍吗？恶心呐！哪里可能玩？什么事？有事吗，肥猪？所以医生讲那个伤口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自己心理自由。这个人来看医生没有带钱，还是没有带钱，然后还叫我一个人去按钱，去按钱，一般军队跟你去按钱啊，还不要一个人去按，很远呢。很臭啊，你的嘴巴。你有睡过你的吗？大牌哦，现在看医生都不用钱了哦。定，我们玩 YouTube 就是这样的吗？玩 YouTube 就是为了去啊，也不用给钱。我现在连医生都打抢哈，没有啦，其实是因为医生讲，只要是回来复诊都可以不用钱，不是我而已。这个医生真的很好，哎呀，给他看病啊，真的有一种自然会痊愈的感觉。我跟他讲，我这边会痛会痛，哎，不会啦，不会痛啦。我讲哦，我这边哦，一直拉住这样，他就跟你讲，不会啦，不会拉住啦，就是让你很安心。总之就是没有事情啊，上来小题大做哎，耶，嗨。刚刚我们看完医生，剪了头发，然后现在就回我的家了，因为晚上就要庆祝我妈妈的生日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全部人呢是给我妈一个惊喜的，因为我妈妈不打算庆祝生日了，因为哈、哦、我的三哥去 Australia 跳飞机。你没有跟你的观众朋友讲，你的家里是多少个兄弟姐妹，爸他们不知道。他的家里兄弟姐妹很夸张啊，他的爸爸你好不少吧？妈妈，不是嘞，是以前的人没有事做，就只可以做爱。对，就生了九个兄弟姐妹，所以我是排行第七。所以我妈原本是没有目庆祝生日的，因为她讲我三哥去 Australia 跳飞机没有回来，她就不想庆祝。可是我们。身为儿女，哪里有给他讲了，对不对？他讲不要就不要啊，啊，我们要把他庆祝了吗？所以我们呢就偷偷定了不费，他不懂的，然后串通好我的二姐先带他出去走走先。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已经参凶好、串通好了，已经策划好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应该是啊不在家，因为我二姐先带他出去走走，然后我们其余的人呢就在家里等那个不费送来，然后稍微布置。你懂他叫妈妈叫什么吗？叫老渣 boy 哈。不是。老黑猫。老安迪。老安迪。老黑猫是我妈叫我。他的妈妈叫他老黑猫，他叫妈妈老安迪，几没有。礼貌啊！哦，这种是很
一个很亲切的称呼。不要吵了你，我现在就回去帮我的大姐，我们两个就一起布置家里。耶、yeah, ，现在我已经回到家了，哇，我姐姐已经弄好了，所以我不用帮她弄了。就是你根本躺赢了，对。哇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我大姐布置的场景。有点老了。这个是她自己 DIY 的嘞。弄的嘞，你们老师做的。那你有不错。你最厉害讲的呢？你什么都不会，最嘴巴最厉害讲的呢？最厉害听听的呢？每次只会当评判弄的。我就是评判。嗨 ，say hi。你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呀，家常。哇，今天的buffet。叮叮叮叮叮叮。OK， 所以现在全部东西我大姐已经全部准备好，连我们自己也没有用的人呢，就陆续的一个一个回来。好，这个是我大哥，我大姐。所以现在就是等全部人到齐了，我们会先全部人提早回到家先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录我妈妈表情给你们看。Happy birthday to Aminda。切蛋糕的时候，现在因为我的三哥在 Australia 还没有办法回来，所以我的大哥就跟我的三哥讲，好就是生日当天呢就用电话联络，所以现在呢就是我的三哥在跟我妈通电话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这个是我的大弟，哇，全部人在跟寿星拍照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这个好好的时候就不要拍，哪里有人切到这样搞晒这样好才拍？你是忽然是不会啊？是啊。恭维恭维恭维，恭维恭维，很久很久，你不要还有这么久。黑猫是喵，黑猫。黑猫叫宝莉，杜金棉，接好你生日红包。妈妈不要叫杜金棉，杜金棉，对啊。没有礼貌哦，中黄标哦。生日红包，排水啊！生日快乐！尴尬癌，尴尬癌。做你排水啊，太多人看了，太多人看了。那好像不自然这样啊？怎么会不自然呢？你这样很刻意吗？我自己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好。啊，这个好厉害啊！火力拍 TikTok， 这个是我特地哦，看你们很喜欢拍 TikTok 是不是？我去找这支东西给你拍 TikTok， 以后你就不用哦，从那个荧幕前面这样拿走，你直接可以在远远这样 control， 好像滴啊，它就录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要开玩笑，你看这样子的身材，生了七个，不要开玩笑。吃了九个啊，看我中屌啊！你看你看，全部这样大个了，你看全部这样大个，从肚子跑出来啊，这样的身材啊，看嘛，哇塞，厉害啊！厉害呀，九个嘞，厉害！学一下，厉害呀，生九个了。这个破洞儿的，我从来到现在跑到现在不会停。你看这个了。我买这个给我妈是因为哦，她每天都拍 TikTok， 然后哦远远她放了，然后不懂要怎样直接走过去，所以她就远远。套住一个东西了。是吗？你要怎么？要不然你这样绑的话，自己 air 转。他们是在讲的是附件话，那 editor 自己打一下那个华语字下去，不然全部人听不懂。对，听不懂。可是我附件话听不懂啊。这个讲这个蓝牙讲开。大概喜欢呢？你们觉得他们两母女像吗？60岁，18，30岁，29。现在我们已经教好妈妈弄这个脚架，所以现在要马上现场拍一个 TikTok。不要开玩笑啊！很多作品啊，你要给他看那个。重点看他的服装 ，costume，costume。全部很厉害的。Fashion 呢？最近走 hip hop 风。跟上潮流。哇，你看最近 hip hop 风还有还有帽子的。喜欢妈妈可以去 follow 他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里啦。什么？什么？来，过来，跟我们一起 end block。你来，你是谁？我是牙铲。你是我的谁？我是你的谁？不懂。
叫我什么？你叫他什么？叫你叫我什么？小姨啦。小姨。你不懂你要叫我什么，你要给我打屁股。他知道我叫小姨，这样不懂我叫小姨，证明啊我比较有下一次眼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就记得一定要留言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还有一定要subscribe我的频道，拜拜。还有，哎，这个我的频道是没有一把拍下去的，他的频道才有。OK， 所以现在有大概介绍我的 family 的成员，有没有认识一下？有太多了。刚刚我介绍我的大姐还有大哥，这个就是我妈妈，就今天的主角。这个是我的四哥哟，这个我大弟刚才我介绍过，这个是我的二姐哟。有没有帅哥可以 PM？ 这个是我的二哥，这个嘞是我家里最幸福的狗，它的名字叫小胖。重点来了，他自己不会冲水啊，他妈妈喂啊，你看你看。